煮出好吃的素食，让大家知道素食就是这么简单。防疫妙招从素食开始，慈济科技大学发起“您斋戒我家菜”的活动，慈诚义德准备好料，小小厨房开张，为期一个月，替全校师生加菜，实在是非常美味。刚刚就已经流口水了，等不及要吃了。对，希望可以更吸引更多的师生一起来响应素食斋戒，希望透过这长时间的茹素习惯，可以改变自己的饮食，对他身体也好。对大地也很好。诚心发愿斋戒茹素，共米斋益。写下发愿祝福卡，校方也特别制作了宣誓徽章。我行我素，透过每个人的力量，推动这项爱的行动。老师都会讲说，不管是以前的禽流感啊，或者SARS，很多都是因为人类去吃肉，才会导致这些疾病。就像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想说，借由吃素的话，就可以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。吃营养天然的食物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师生愿意跨出第一步，守护健康，从茹素开始。大爱新闻谢云山、中江波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